研究所，可老爸却冒着危险回去抢救特别重要的东西。这个笨蛋老爸，有什么东西比他的安全更重要啊？没想到那竟然是我最喜欢的玩具。糟了，老爸有危险，我要去救他。我是阿乌，跟我一起守护城市吧。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。